的过程，讲恁亲到底输人几分，我最怨叹，我最怨恨，是啥人在做的命运，论真讲这世间的公平，不是你我恋情付出真心，天会知绝对要辜负阮，平平凡凡的人生，淘汰的过程，讲打拼到底输人几分，甘着怨叹，甘着怨恨，为家己做做的命运，论真讲这世间的公平，不是你我要遵守，冷暖人情付出真心，天会知绝对要辜负阮。论真讲，这世间的公平，不是你我冷冷的着遵守。冷暖人情付出。